刚好带了一份礼物给你。哦，很有意义的礼物。对，这个是我们保留下来的，这就是以前我们全家人爸爸妈妈我们全部的婚纱照。嗯，哇，对，是啊，哇，就差了你们两个。对，这个就是你们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就是想你们去拍婚纱照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就圆满了，全家就圆满了。对，好，懂吗？这个就送给你们了。谢谢谢谢。他们以前的婚纱也蛮好看的。这个是我年轻啊。哦，对。这你几岁啊？15岁。嗯，样子也差不多。差不多哎。我之前是不想要拍了，因为我觉得很麻烦，然后已经40岁了，然后这个都不重要。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婚纱照，我就想到如果我老了，可以看到我年轻的时候拍这个婚纱照，真的是蛮有意义的，所以婚纱照是一定要拍的。